讲。各位委员好，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委员自由入座。各位委员，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委员自由入座。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议场外工作人员引导委员自由入座。
各位委员好，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委员自由入座。各位委员，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委员自由入座。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议场外工作人员引导委员自由入座。各位委员，宣誓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委员自由入座。请工作人员发誓词。各位委员，若还没有拿到誓词，请举手，工作人员会立刻为您补上。宣誓典礼1分钟后开始，请按
按铃。各位委员，若还没有拿到誓词，请举手，工作人员会立刻为您补上。第九届立法委员就职宣誓典礼，典礼开始，监誓人就位，请司法院大法官黄茂荣先生就位。宣誓人就位，请全体委员起立。宣誓，请举右手向上伸直，手掌放开，五指并拢，掌心向前，宣读誓词。李晨，谢谢大法官，请各位委员就座，请各位委员于誓词上签名，并将誓词留在桌上。请各位委员于誓词上签名，并将誓词留在桌上。请工作人员收回誓词。请各位委员到议场前广场合影，请从后方两个门到议场前广场合影。合影完毕之后，请各位委员再回到议场，我们将在10:30准时进行投票选举院长。请各位委员于10:30准时进行投票选举院长，谢谢。
报告大会，出席委员113人，已足法定人数。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三条之一规定，院长、副院长推选会议由委员互推一人担任会议主席，其推选主席会议由资深者主持，资同者以年长者任之。现在请王委员金平主持。王委员谦让。现在请柯委员建明主持。首先，恭喜各位委员同仁高票当选。第九届立法院在今天组成，我们将代表台湾人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立法委员各项职权。相信各位委员经过激烈的选战的洗礼，经过4年，一定不会辜负选民的托付。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院长、副院长选举的会议主席 的推选，我们等一下这是临时主席，那等一下是正式选举开始，我们要先推举会议主席，等一下会议主席的推选，请各位委员，是不是请各位委员推选一下，好不好？好，没有意见，好。你是什么？你跟看卖。现在有时代力量徐永明提出来，这个选举要记名选举我们请议事处说明一下，好不好？报告各位委员，有关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记名投票的问题。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院长及副院长选举票是由立法委员各圈选一人，而投票及开票办法第13条规定，记录其他文字及符号者为无效票，因此本次的选举必须依照这个规定来进行。是不是这样？这个只要记名会变成无效票，以现在规定那我们来修法，以后改为记名投票，是不是这样？好不好？好，好，那这样好吧。好，那谢谢各位委员推举本人担任院长、副院长选举的主席我现在先说明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先确定由副秘书长所拟定的会议的时程上午10点半到12点是投院长那12点到12点半是开票。那下午是2点半开始到4点为投票时间选副院长。那4点以后到4点半是开票。开票以后有然后先问各位对这样的时程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我们就这样确定那就照副秘书长所提的会议的这个时程来进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院长选举的选举那是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投票及开票办法第二条规定，由出席委员要互推4人担任监票员，担任监票员现在由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以及亲民党党团上午是因为监票员有4位，上午是由民进党党团蔡益仪委员以及林进宪委员担任监票员，那国民党党团推举许淑华委员那上午的院长投票时代力量推举林长佐委员，他们4个人担任今天上午的监票员，好不好？好。那请问各位委员，假如这个没有异议的时候我们现在处理
投票截止时间刚才有谈到到十二点啊、哦、但是呢假如所有人已经提早全部投完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提前开票好不好好好那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会场啊、哦、不是投票所好、哦、那请四位监票员就位好不好我马上要进行请各位稍待一下马上要进行好吧那个稍安勿躁，不要紧，等你哈。要不请监票员点票，好吧？报告各位委员，投票所已经布置完毕，监票员也点票完毕哈、哦。那请各位委员分区点票，分点票哈、哦。第一号到六十号南区到南区领票，六十一号到一百一十三号到北区领票，请各位委员凭出席证依序领票。我们现在开始领票投票。
报告各位委员，全体委员已经投票结束哈。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投票及开票办法第八条规定哈，投票截止时间由选举会议主席宣布，并按铃为号。现在请按铃。我们现在报告院长选举发票的报告书哈，立法院院长选举发票报告书，发票数113票，剩余票数零票，合计113票，监票员都已经签署完毕哈，有四位监票员签署完毕，那我们现在开始请各位监票员就院长选举。好，这选举进行开票唱票哈。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布置会场，开始进行开票，请监票员就位置，好不好？
好，现在进行开票及唱票。苏家全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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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世宝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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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全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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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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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赖世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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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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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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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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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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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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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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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赖世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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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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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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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赖世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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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
苏家全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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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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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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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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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赖世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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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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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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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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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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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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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赖世宝一票。赖世宝一票。苏家全一票。苏家全一票。李红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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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七十四。
来，我们现在报告院长选举的报告书，好，请各位听一下啊。议员院长选举报告书，出席委员113人，发出票数113票，啊，有效票也是113票，无效票是零。然后各委员得票数哈，诸委员加权74票，恭喜啊！那委员四宝35票，一委员红军4票。选举结果，诸委员加权得票74票，超过出席投票人数过半之票数，好，当选为本院院长。中华民国105年2月1号，恭喜哦。那么现在是不是？在没？我们现在请当选人素文加权上台接受院长当选书，好不好？议会函，本105年2月1号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预备会议，选举本院院长，出席投票委员113人，选举结果，各委员得74票，依立法院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当选为本院院长，记录在卷，相应入案，函答查照为何，此致诸委员加权。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议备会议主席柯建铭，中华民国105年2月1号。来，先讲。对不起，好，弄一下，好。报告各位委员，现在休息，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进行副院长选举，谢谢。
报告各位委员，现在继续开会哈，进行副院长选举。依据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投票及开票办法第二条规定，由出席委员互选四人担任投开票监察员。现在民进党及国民党各推郑委员应鹏、蔡委员适应、王委员易敏三位担任投开票监察员，亲民党不推举。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通过。请郑委员应鹏、蔡委员适应、王委员易敏三位担任投开票监察员，记处以投票截止时间依据上午确定的会议时程，投票截止时间为下午四点。但各位委员于投票截止前均已投票完毕，可以先进行开票。好，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投票所，并请三位监票员就位执行监察职务。报告各位委员，投票所已经布置完毕，监察员就定位。请各位委员凭出席证领选票投票，编号第一号至第六十号至南七领票处投领票，六十一到一百一十三号请至北七领票。现在开始投票。
报告各位委员，现在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根据立法院立法委员候选院长、副院长投票及开票办法第八条规定，投票截止时间已到，请按铃为号，请按铃。好，现在报告副院长哈，选举发票报告书哈，立法院副院长选举发票报告书，发出票数113票，剩一票，剩一票是零票哈，那由三位监票人所签署。那现在请工作人员开始布置开会开票所及随时进行开票。
请监察员就位，副院长选举现在进行开票唱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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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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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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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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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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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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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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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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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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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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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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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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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
蔡其昌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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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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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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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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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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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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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曾明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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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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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曾明宗一票。曾明宗一票。蔡其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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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高金素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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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蔡其昌一票。蔡其昌一票。高金素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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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以上恭喜啊。来，各位委员，现在报告本院副院长选举报告书。立法院副院长选举报告书，出席投票人数委员113人，发票数113票，开票数113票，有效票113票，无效票0。
各位委员得票数如下：蔡委员齐昌74票，曾委员林宗35票，高委员金素梅4票，三位监票员均已签票哈。那选举结果，蔡委员齐昌得票数74票，超过出席投票人员过半数之票数，当选为本院副院长。中华民国105年2月1日，请当选人蔡委员齐昌上台接受副院长当选书。立法院函，本105年2月1日，本院第9届第一会期预备会议，选举本院副院长，出席投票委员113人，选举结果，贵委员得74票，依立法委员复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第4条之规定，当选为本院副院长，记录在线，相应入案。函答查照为何？此致蔡委员齐昌，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预备会主席柯建铭，中华民国105年2月1日。来，按着就，来，按着，看着。报告各位委员，本院第9届院长、副院长均已顺利产生，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委员同仁配合，散会。等一下要宣誓，好不好？好，谢谢。